大家好，我系米家，唔知你哋有几多个系因为标题俾我吸引入嚟嘅呢？如果你系嘅话，咁就恭喜你啦，因为我系讲真嘅，今次我的确系帮同荼毒室有关嘅活动做宣传。咁究竟系啲乜嘢活动呢？就系佢哋其中一位成员四个有份参展嘅一个名为 Detour 嘅香港年度大型设计节啦。作为香港最大型嘅设计节 ，Detour 其实早已经喺11月26日喺 PMQ 原创荒岛开始咗噶啦。亦都为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好节目，而距离他们闭幕其实都时间无多，因为他们将会在12月12日就会闭幕。但这个设计节真的有很多东西玩，甚至今年的 Detour 2021 Design Festival 可以说是历年来最多东西玩的一年，既是文化活动又这么好玩，所以我米家就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看看今年 Detour 2021 Design Festival 有什么东西玩。今年 Detour 2021 Design Festival 的主题就是有没有用，主要其实是想借设计的概念来探讨一下不同事物之间的有用与没有用。在传统的理解上面，设计这件事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出现，所以我们去衡量一个设计有用还是没有用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从这项设计有法达至不同程度的解决问题的角度去看，所以有用定冇用就会变成咗一种二元对立嘅价值。当设计解决到问题嗰阵，呢个设计就系有用，反之就系冇用。问题随着时代嘅发展，特别系经历后工业时代嘅变迁，好多人追求嘅价值再唔系效率，又或者系解决问题。有啲设计系想去启发大家去想象未来嘅嘢，又或者系引起公众注意，甚至为此而进行激辩嘅都有。这个亦都切合翻今年 Detour 2021 Design Festival 入面，我哋会见到今年嘅主题展览作品系一种设计与周遭结合嘅概念，就系由设计师与非设计师嘅专业人士组合去做嘅作品。我谂就系想引起一个讨论，就系设计其实系同我哋身边嘅所有嘢都有关。当设计触及嘅面向越广，你就自必然好难再去好轻易咁断定乜嘢系有用定冇用，因为有用嘅设计同时亦都可以系好冇用。冇用嘅设计喺表现冇用上边，其实都可以好有用。到头嚟，其实有用与冇用都只不过系观点与角度之间嘅差异嘅啫。而呢个就系我对今年 Detour 2021 Design Festival 主题嘅解读啦。好啦，咁喺听完我讲解今次 Detour 2021 Design Festival 嘅主题之后，不如我哋就逐个同大家简介一下呢啲展览有啲咩睇头啦。今次合共系有住一个特邀合作展览。四个主题展览，一个特邀展览，同埋十个获选作品展览嘅。首先要为大家介绍嘅就系，我觉得疲惫最重嘅打卡热点，今年 Detour 唯一嘅特邀合作展览《命运红线大神宫》，由日英设计师 Spotnickel 同生物科技研究工作室合作，透过转基因技术产出混合爱情荷尔蒙催产素嘅红色蚕丝，然后火拍香港建筑设计团队 Nap Studio and Architects。将红线编成长布，交叠成一座由蚕丝搭建而成的爱情神社。就咁听我哋拍嘅片，我谂大家都觉得好靓噶啦，所以你哋都真系最好自己去现场影翻辑相，打个卡咁啦。然后就系四个主题展览，先嚟嘅就系万众期待嘅宣传，一个哲学联合设计嘅构想，系由好青年荼毒室哲学部嘅四哥，同埋嚟自 Editor 嘅书籍设计师，同时都系我哋 Corner 嘅 Thumbnail 师阿 Chuck 嘅杰作 I Know Not What Cafe， 唔知咩咖啡店。呢间咖啡店其实系想挑战大家对咖啡店嘅理解，以重新定义一切咖啡店内所有设计元素嘅方式，创作出一间颠覆想象、非一般运作嘅咖啡店，从而刺激大家反省现有嘅生活方式。如果大家去嘅话，就记得真系要支持阿 Chuck 同埋四哥啦。买他们这家不知道什么咖啡店为大家特制的咖啡饮。另外就是声音联合设计的构想，就是来自语言学家刘佳博士、火同乐器设计师吴泽林所创作出的 The Interpreter。 这个作品是一个有趣的声音设计装置，就会将我们讲的东西的语调和节奏模式化成音乐上面的韵律和节奏，在装置上面的这些鼓道打出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试的，不妨去玩一下。接住落嚟就系字体同设计嘅联合，就系由心理学家张星恒博士、文字设计师谭志恒同埋平面设计师麦启恒开嘅一间叫做 Type 11 T 11嘅字体便利店。呢个作品将会以视觉科学嘅角度出发，藉住分析文字设计，并且透过日常观察、实验同埋研究，以科学理据
来剖析字体是怎样影响个人的喜好和接收资讯，为大家带来一场充满玩味的互动展览。最后就是来自运动和设计的联成，是由港队攀石运动员欧志峰、可同永续产品设计师陈少华用了自身经验设计出一个全新运动体验装置聚力之亭。这个作品就好像一个攀爬游戏，等参加者和朋友可以即场亲身挑战，测试同行和鼓励对自我表现的有用与无用之处。在讲完四个主题展览之后，当然就要讲埋十个获选作品展览啦。呢十个展览都是好好玩的。先来的就是以虚拟世界混合现实的方式推测现场工作模式未来的虚心工作室。设计师 Jackie、Ryan 和 Anson 就以日本的森林浴概念为蓝本，利用 VR 技术将自然带入我们身处的石屎森林，将每个人的家变成一个多功能的多维空间，从而定义我们在做事时使用空间的方式以及工作空间的意涵。之后就是透过调节不同充气层的气流量来控制动态的灯光互动装置光影游戏。23气动研究社的 Paul 和 Jonathan 就以轻巧的充气元件作为基础，配合电脑程序控制的气泵、灯和感应器等等的部件组合成这个光影游戏。而展览房间里面的不同位置都有以不同角度摆放的电子感应器，大家到时都可以自行探索到底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才能够和这个装置互动。跟住就是另一个打卡位，就是用泡沫艺术装置来表现正面生活态度和对无用的感恩的 Gratitude 2021。设计师刘子俊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作品鼓励观者对于身边发生的所有事都保持感恩。有个这么漂亮的设计又是大家不可以错过的打卡位来的。接住就轮到一个利用时间、空间、光线和我们的个体创造的一个令人仿佛听到内心声音的空间，荡漾之间。设计师梁善彤希望观者玩这个创作的时候可以静下来，腾出有用也好、无用也好的时间来重新充实自己，从而勾起我们孩童时期的经历，荡千秋那阵的愉悦。因此路过的朋友不妨都荡下千秋，感受一下片响的宁静。攻击人类的机械人看戏就看得多，但一个不为人类服务的自肥智能机械人大家有听过没呢？而在今年的 Detour 就有这一只海维亚。 Things That Move 的 Kenny 和 Wesker 就希望以整一只不喜欢与人类进行真实互动的机械人海维亚去挑战什么为之有用的机械人设计。每一日海维亚都会在这个展览场地巡视，但他只是作为观展的一份子，也都只会自我娱乐。因此想挑逗这只 Anti-Social 的机械人的话，就记得要去找他了。46平方尺的空间在这个人口这么稠密的香港都可能没什么用，但又是不是真的呢？位于铜锣湾的窗后巷就将他们的想象搬到来今次的 Detour， 继续去测试和研究城市中不同的位置，透过设置实体商店以发掘空间的可能性，来为我们展示我们这个城市的可能性。人类骨骼的精密就好像机器一样，所以用金属来重构是十分之常见的，但以大自然的物质来重构人类的骨骼又可不可能呢？草炉制作的 Dino 就以他的作品接骨木挑战这个想法。接骨木是一个模仿骨骼关节活动的艺术装置，设计就是以废木为骨干，透过将关节结构加工并且重新接驳，再加上工业五金配件技术重现肌腱和肌肉的功能，给予木材一个新的结构可能性。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我们的广播频谱里面 FM108 是一条没人用的频道，但这条没人用的频道居然可以为对话提供了可能性。岛井艺术社的 Fatal 和 Sam 再加上导演许志生就创作出 FM108 至这个作品看下去是一块摇摇板，但这块摇摇板是需要你保持平衡和维持在特定的位置，你才会听到来自 FM108 的声音。平时我们玩摇摇板的时候很多时都是追求上下摇晃的快感，但这个作品就禁止了你这样做，而就换来听到对话的一刻。那究竟这块摇摇板是有用还是没用呢？那这个就留给你看玩这个 FM108 字的时候再慢慢想想了。
如果我话我哋花时间去做一样冇用嘅嘢，反而会得到满足感，大家又信唔信呢？艺术家王振海就创作出呢一个勤力电脑一嚟表现出呢一种感觉。呢、这个作品其实都只系一个单调重复嘅电脑系统，以大量计电器连接，顺序延伸成极长嘅电线，搞咁多嘢到头嚟都只不过为咗通过电。但系唔知点解，当你自己笃个开关掣，听到同睇到嘅电脑一个又一个连接嗰阵，你系会有一种好爽嘅感觉。路过嘅你不妨都试下，我相信你都会有同感。跟住落嚟就系嚟自 Sticky Line 嘅阿松同埋阿 Mike 所创作嘅《与大卫共舞》。对于好多人嚟讲，大卫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可能系好有用，但佢成为一个作品嗰阵，呢、这个作品有冇继承到本身大卫作为历史人物嘅有用呢？而喺呢个作品入面，除咗可以俾你谂呢样嘢之外，你仲真系可以同大卫跳舞。咁究竟同佢跳舞嘅呢件事又有冇用呢？呢样嘢就要留翻俾你自己去谂啦。最后就当然不可以漏咗今年嘅特邀展览啦。Detour 策展团队为咗令观众再扩阔有冇用嘅反思空间，特意邀请埋科幻艺术家 Lucy McRae， 以影像展览方式将佢最具代表性嘅四个作品带到今次嘅 Detour。McRae 嘅作品一样都系以探索身体、美貌、生物科技同埋个体嘅极限，以推测人类喺未来嘅生存状态为主题。而对呢个议题有兴趣嘅朋友就记得千祈唔可以错过啦。冇错，听我讲咗咁多，大家都应该 feel 到 Detour 2021 Design Festival 系好精彩噶啦。有住咁多咁好玩嘅嘢，同埋咁靓嘅嘢俾大家去打卡，咁就梗系唔可以错过啦。而我相信作为弟兄嘅大家，更加一定要去行一转噶啦。原因就因为我哋 Connor 嚟紧会喺 Detour 2021 Design Festival 入边系有活动要搞啊。喺嚟紧嘅12月11日星期六嘅晏昼三点钟，我米家将会喺 PMQ。为 Detour 2021 Design Festival 搞一个非一般的导赏团，用一个非一般的方式来带大家行完这么多的展览，究竟有几非一般呢？就不讲住了，在这里买个关子先。而今次的导赏团就只有得20个名额，而我们是将会以先到先得的形式来等大家可以在那里直接加入的，不用上网登记又成，免得手续多麻烦多啦。所以我到时会准时3点钟在 PMQ 中庭入口区域等大家加入这个导赏团的。咁你哋可能会问，喂，米家得20个位，我点抢啊？冇错，以我弟兄嘅行动力嚟讲，20个位就真係难抢嗰啲嘅。不过咁，你冇得参加导赏团啫，唔等于唔可以行呢个展览㗎嘛。PMQ 地方又唔大，你行展嗰陣咁啱每个展览都撞到我带緊团，都好正常㗎啫。同埋到时我行到每一个展览嗰陣，亦都会影低话俾大家听我去到边，等大家都可以知道我去咗边。咁到时你哋嚟行嘅时候就知道有咩睇啦。嗱，我上面讲咗啲乜嘢嘢呢，你哋就自己参详下，我就唔讲太多啦。大家系醒目仔醒目女嚟㗎嘛。不过唔单止系咁，好嘢当然系陆续有嚟啦。喺当日嘅六点正，我将会联同其中一位有份参展嘅大佬，同时亦都系我哋 Connor 伟大嘅 thumbnail 师阿卓，嚟同大家做一个啱啱跟我讲两句咁多嘅直播对谈。题目就系设计定文化都系有冇用。Detour 2021 Design Festival 入面。就讲咗咁多同设计相关嘅有用与冇用，咁究竟设计呢一样嘢喺唔同嘅文化概念上面又如何体现有用定冇用呢？喺呢个对谈入面，我同阿卓就会尽可能喺有限嘅时间入面略略咁讲两句咁啦。我知呢个其实唔关阿卓事，主要系我嘅问题，咁唯有系佢嚟就下我，一齐净系讲两句啦。到时现场大约有40个位俾大家 walk in 登记入场听嘅。不过都系嗰句啦，我讲嘅就好大声嘅。你行下展，听到我把声系好正常。你企喺度睇边条友讲嘢咁大声又长气，亦都系好正常嘅。咁所以大家自己就执生啦。咁你哋可能又会问，米家我真系好想嚟 PMQ 现场睇你哋噶，但我咁啱唔得闲，行唔开，又或者我唔喺香港，咁点算啊？呢层你哋当然就唔使担心啦。届时除咗现场有得睇之外，今次嘅对谈一如以往，都喺我哋 Happy Corner 呢个 channel 度。有一个网上的现场直播给不能够来到现场的大家看的。而且今年的 Detour 也都有网上虚拟设计节，你都可以透过声音和影像亲历其境。就算身处海外，都一样可以跟我们一起发掘更加多关于这个设计节背后蕴藏的元素的。因此有兴趣听下究竟设计和文化是怎样有用定没用，定是想在网上一览这个设计节的东西都好，就记得千万不可以错过了。Detour 2021 Design Festival 是一个有心的项目，
而这个这么用心的项目，无论有没有我们 Corner 都好，以香港文化界的角度出发，都是很值得大家支持的。既然今次有这样的机会去给大家体验一下设计的不同思维模式，那不如花少少时间去支持一下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各个不同的有心人。我是米家，我们星期六在 PMQ 再见。